你做你的啦，你搞直播要创啊？哦，好啦。我再讲啦。好啦，安样好啦。哎呀，哥这两天拜托几个哥哥，哎，转个卡来啊，哦，转个卡来。哎，想听打想听，全部刷了，想听打想听哦。哦，这麦跟我年前两天没差。我跟你们讲哦，现在打给我哥啦，我打给我哥啦，好不好？哦，哎呀，嗯，哎呀，啊、你也无用啊，我咧直播，我未来请教哦。啊，哥前前两天拜托一寡咱社会一寡好朋友一寡大兄靠你有无？啊，买手讲这两天要出来袂歹势，啊，今仔日你感觉拍起道歉影片，你感觉你有法度接受？哎你做你的啦，你搞直播要创啊？哦，好啦。我再讲啦。好啦，安样好啦。哎呀，好啦。迄私底下的代志，迄免讲物件，你用你的啦。了解啦，了解啦。我是讲伊安尼，但是我是大安尼变对遮是大歹势。迄伊的代志啊，咱卖去管伊啦，个人做个人的得啦。好啦，了解啦。哦，好啦，哎呀，我点要靠你啊。哦。他刚拍那个影片真的慌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刚拍那个影片真的慌了啦。还在搞这个双重人格，一下勾二，一下陈义伟，一下勾二，一下陈义伟，戴个面具讲话不用负责任的啊！我很出喜欢讲勾二啊，你当家老虎，你靠这嘴洗多来你讲，结果呢，给你这些哥哥丢面子，你这样不好啦！你之前不是讲说没有人可以把你面具拿下来吗？连千亿召会不到我啦，连千亿没有办法啦，连千亿找不到我，干嘛呢？你今天抢我的所有的全部，我也抢你所有的全部。我是一个可以接受大家对我评判的人啊，能够了解吗？全部刷一刷十秒到零，认为我讲的有道理，他有道理。我是很喜欢勾二的粉丝的人，为什么？因为勾二的粉丝的其他有些大多数六成七成的粉丝都是很有质感的，勾二很多粉丝都是很有质感的，能够了解吗？好不好？我要跟大家讲。你讲假货，假货就不起诉。你讲假货，请问一下，我有被告吗？没有嘞。之前那些商品都没有起诉嘞，啊，也没有人告我嘞，能够了解吗？你去看一下，我这一条没有起诉嘞。来下一题哦，然后跟大家讲哦，今天当哥二来评论我连成义，他主动挑起这一场网络论战的时候，很简单，他就要清楚知道说他今天要来。针对连成义当然很简单，我们也一样会拿出那事情给大家出来公平评判嘛。